经常出去玩的大哥哈，如果说呢，你们在脱鞋的时候，那个袜子哈总是湿哒哒的，甚至还有臭味儿，那真的你一定要试一试这个王宝强代言的一只鱼防臭袜，就这个袜子哈，穿上它一个星期都还是香的。经常打高尔夫的那些老板们哈都在穿，还有就是经常户外运动呀，爬山、骑车、跑步什么的哈，这个袜子真的就是必备。人这个袜子用的是新疆优质长绒棉，而且是他们自己调配的精用配方，配合了一个5A 级别的原棉纱抗菌，就它这个的抑菌率能达到95%，消臭率能达到97%呢。你别看这一小只哈，它可是不分大小码、不分季节、不分男女都能穿的，而且你看它的弹性真的是特别大，就它这个袜口。不勒脚还不容易变形。其实这个一只鱼哈，是我老公从去年一直穿的，它有长袜、短袜，还有我手里这种船袜。它这个船袜啊，还有一点特别好，就后面还有一个防滑硅胶。它这一盒里边哈是7双，大哥们呢可以随便拿出来一双试穿，满意了你就留下，不满意哈，你只需要退回剩下的6双就可以退款了。反正我觉得男人吧哈，出门在外的形象还是很重要的。像这个一只鱼的防虫袜，你穿在脚上之后就是那种香香的，再也不会有脱鞋的尴尬了。天气热了，真的这个一定要试试。